刚才那一波其实你说真的影响不会特别大，射到了，射到了，布隆，布隆，咱们配合酒桶，杰克拉，我这边有个秒表，但是有酒桶炸过来，哎，哎，新飞秒了，哎，新飞秒了，三六九切入很关键，杰克拉，我们的火了下来，啊，这边动感觉很尴尬，没有伤害，这边有个圣甲，新飞写到了绿宝，动不动不，最后的期望，哎呀，这边被W定到了，三六九拿到动的人头。 要打水龙团了，这一波金龙也可以接啊！找到，金龙也打到，打的非常漂亮。这边睡了一下，这匹难受了，吃了进去有水银，下了水银很关键，这边没有秒掉，看得起来，发了一个十二给动作，动作这边很尴尬，这打了再来非常多打方，动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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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后面有兄弟保护，已经罩住了，能不能保护？大家还是要硬着来了，大家这边进化点一下，龙粉烟雾弹一下被攻到，小雨进化被刷到，叶嘉俊满满的两个人，这两兄弟都跑不掉。还有一个茅草进来，茅草也被定了一下，咱们这边出一个冰雕，进来了，杰克拉德没有出手，孙强兄弟打的效果不错，换到了两个人。 杨哥，你们打得很不错，换到了两个人，还能继续追击，应该加这边。哎呦，这波很赚，这波等于说是一个一换三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这波没打着你也留不住人啊，有机会，哎，直接回头反打了，绿毛，绿毛没闪现，没打着了，绿毛太快了，但是换到了三打，这波很关键。 这边卢锡安直接杀了，打死了卡纳维，卢锡安这边的杀杀打得很高，强行打伤害，但是雅哥那边顶了上来，卢锡安打那个三杀自己阵亡，这边打中技巧，一个秒秒，雅哥还活着，叶家动作，动不动的最后又带动卡萨，叶家这个三杀又感觉跑不掉了，哎呦，雅哥完成了收割，为了逃过最有力的武器，反正一炮打到谁很关键，没有视野打能打到近视最好的了，对，一边是左翼，一边是杰斯，可以打了。 一炮打到杜姆，其实应该打千珏的，这边死掉了，千珏，哎，千珏，被秒了，被秒了，千珏同伴直接被秒掉，后部这一波团战开的太果断了，好难玩命。